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假夫座，就是或者是半假夫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尘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的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热热乐乐一一五五啊嘎坎嘎坎啊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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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坎嘎坎啊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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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 Om ye dama hita chab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uroda 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南无那是南无观世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当即求当把佛根登拉达当主持给别将僧者南无那是南无观世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当即求当把佛根登拉达当主持给别将僧者南无那是南无观世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大当主持给别家僧者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当即应罢了应不了西方当年的将尊重的僧者中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当即应罢了应不了西方当年的将尊重的僧者中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当即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将老所然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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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的衣服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终止非法啊，就终止非法时呢，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其中第一个问题，断除贪执散慢。那么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无以宗现贪，逐夺伤性聚。临彼境界时，当断一贪着。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介入各种各样的这个闲言碎语啊、无稽之谈的时候也好，或者呢，就是当我们就欣赏一切这个丰富多彩的节目啊，就遇到一些这个节目、戏剧，包括这个电视、电影等等，这种这个景象就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呢，就观之如幻如梦，不要呢。就是担着贪着啊，就是不要呢，就是一直这个贪着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作为一个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首先应该就摄顺一切众生，这一点极为重要。比如说有些众生呢，通过语言呢，通过一些包括有些我们这个有些菩萨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是通过军事啊、科技啊，或者是政治、经济等等，一些这个世间的语言来可以这个度化的。是呢，我们首先呢，应该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呢，按照大乘佛教的论点里面所提到的一样，一定要就观察自己的这种性，就是到底对众生有没有利益。如果对众生有利的话呢，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点不太这个入法的，平时就是讲一些这个无关的语言，也是对大乘菩萨的利他性为主的这个心者来讲呢，也有开许的时候。这个问题呢，昨天我们前面也已经这个解释过。但是呢，我们作为一般的有些人呢，讲可能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也有一些这个闲谈，就是这种做法呢，就是不太这个合理的。还有呢，我们这个最好呢，就是不要这个看一些让这个三乱四行的各种什么这个节目啊，或者说是一些现代这个科学的各种一些这个外面的议论啊，就是活动啊等等，就是这些呢，最好我们不要去欣赏。一旦去欣赏的话呢，凡夫人的心呢，很容易被这个外境吸引住，很容易呢，就是被这个外境的诱惑呢，就是所控制。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最好呢，就是不要这个借助。一旦你实在是这个无法逃避的情况下，遇到了这些外境的话呢，那么应该就是以真知正念来控制自己的心态，就尽量呢，就是不要就尽心尽力的不要担着外境，这一点就是极为的重要。
现在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端出无疑之事。啊，这个宋词当中呢，是这样的，无疑瓦格于底秽土是当以入来教居居罪设必行。啊，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发了这样的八尘菩提心的人来讲呢，应该就是远离一些毫无意义的什么这个挖地啊、割草啊，还在这个地上就是用这个画画，就是地上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插这个桩子，或者说是地上呢就是用筷子啊、用木筷啊，就是来这个在无意当中、无形当中呢顺便这个画画、挖地啊等等，就这些做法呢是不合理的。不这么不合理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最好是不要做一些无有意义的就是散漫的心思散乱的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如果我们非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依念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当中啊所讲的这个断除一切无利于众生之事的这个教言啊，就是我们要就是断除一切无利于众生的这个教言呢，一定要这个你要这个能会意的起来，能想得起来啊，就这一点一定要这个想得起来。同时呢，如果我们违语了啊，就佛陀所制定的佛子戒的这种这个规矩的话呢，那么就是将来专身于三恶趣当，具有可怕的这个过报啊。这样的道理呢，就是也应该能想得起来。想起了之后呢，就是要设计如此的不合理的这个行为啊，就不合理的这个行为。当然这里呢如果有一些意义的话啊，比如说你这个修金汤啊，或者说是这个造一些修行的茅棚啊，或者说是这个造福塔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挖底割草等等，这一点也是佛陀在这个戒律当中所允许的啊，就是平时呢，就是你在这个土地上啊，就是画一些这个坛城啊，就是或者就是在一些大的地盘上呢，就是画一些佛像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善举呢，应该就佛陀在有关经典当中是有开许的啊，有开许的，而没有开许的就随随便便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顺便就是作为挖地啊，这些呢就是不允许的。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挖地呢？就是所谓这个挖地的话呢，那么这个因为地里面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小虫啊、蚯蚓啊、蚂蚁啊等等，就是那么我们在挖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这个杀害他们的，因此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
短处烦恼而引发的事呢，分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是略说，那么这个略说呢，宋词当中这样讲的：若身欲以动，或口欲出言，应先观自心，安稳如理心。那这里意思呢是什么？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像这个就是要这个移动啊，就是做什么这个事情，或者说口里面呢，就是像这个发言讲话，就是说什么话呢，首先就必须要详详细细的观察自己的心啊，自己的动机是善还是恶还是无忌，这样做的话呢，对自己他人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的，甚至呢有损害还是没有这个损害等等，方方面面去应该详细细的去观察啊，就观察，观察完了以后呢，作为安稳者，安稳呢就是有两个方面来解释，安稳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菩萨的话呢，菩萨的这种性呢，一般的外面的烦恼啊，就是外面的这些这个外缘呢不可动摇的，所以呢就是叫安稳者，在包括金观传论当中呢也经常就是提到安稳者就是菩萨的一名啊，菩萨的不同名称。所以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安稳者来讲呢，就是如理如实的性质，也就是说呢，你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首先要作为一个安稳者呢，讲是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心，然后呢就三思而行，然后呢就在这个以这种心态不离开的情况下再进行就是行事，这一点当然就是作为我们修行者来讲呢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要想去这个别的地方去旅游啊，朝拜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差，就是搞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我的这个身体呢就需要移动啊，我要这个前往到哪里去，在没有去之前，就是在正在准备这个驾行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再过几天就是下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啊，就是别人呢就是让我出去，我这样出去的这种这个动机呢，就是是好还是不好的，去的话有没有意义的？首先呢，你要这个观察这个啊，就是如果有意义，就是有意义呢，是自己的利益还是众生的利益，是三方方面的利益还是世间方面的利益，你要去观察，就是还没有去之前呢，到底我到哪里去的话呢，对自他都有没有利益啊？如果没有利益，完全是一种散乱的心，那我尽量的就是能不能就是不去啊，就是这方面应该这个像按照龙母菩萨在《报曼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如果我的发心呢就是以贪心嗔心痴心而发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善业的，我今天的这个语言呢是使三度这个因发而出来的这种语言呢，还是使这个无尘无痴无贪当中这个所引发的一种语言这样呢反反复复的就是观察自己。
面呢，我们这个下一次就是光速当中，这里的这个光速呢，就是当我们这个遇到外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呢，就是应该如如不动而安住，就是这方面呢，应该是有可能有27种吧，就是记得原来就是比较多的，就是下面就是全部是如数而安住，如数而安住。那么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无疑真神探胡与陈恒氏言心阴诊者阴展者如数安如数安稳住。那么这个宗旨呢也是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啊，就发现自己相续当中升起这个贪心的时候，或者说是自相续当中升起嗔恨的时候呢，你自己应该就是观察发现自己的这个相续，如果让这个贪心呢就是让它爆发真正让它这个造作恶业的话呢，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后让嗔心呢也是让它就是升起来让他做他的事情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就是无法言说的。这样一来呢，我们相续当中经常会这个身体也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尤其是就最严重的最可怕的人们谈论的就是贪心和嗔心这两个这个烦恼呢就是很容易升起来。尤其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比较这个可爱的比较愉悦的这种对境的时候不管是人财物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人和一个事物的时候呢，就会这个相续当中的强烈的这种贪心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升起来了就如果你随着这个贪心而去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这个违背佛陀的教言，甚至呢就是毁坏自己的这个戒律，最后呢就是导致堕入恶趣就非常这个危险可怕就危险可怕。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这个遇到不愉悦的不可爱的这样的一种缘敌，或者说是一些病魔当这个对境之时呢，这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嗔恨呢就像熊熊烈火一样的就是自然而然渲染起来。当你没有依这个缘寂空心或者是大乘慈悲法门来这种慈悲法门的这种这个清水来没有这个对峙没有熄灭它的话呢，那么它呢就是可能会这个分毁我们多生累劫当中所积累的这种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房屋这个树林等等就是有这种危险性。因此呢，我们作为一个新者来讲，一定要就是观察这个自相续，观察自相续，一旦在自相续当中真的这个升起贪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暂时呢就是让它停住就是让它停住。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当我们这个修行人就是遇到这个愉悦的对境的时候呢，会这个产生特别可怕的这种贪心当遇到这个不愉悦的对境的时候呢，会升起就是非常这个厉害的嗔恨心。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你应该观察自己的心，要一念这个诸佛菩萨的教言，暂时呢就最少也是能10分钟左右呢，就是把它这个停止下来，就是如如不懂的也不说不懂而安住。
Bandar gara banna sadar do.